苏轼的《前赤壁赋》说：“哀无声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。”每个人的一生，短暂如朝露，又漫长如江河。经历过高低起伏，才发现真正渡你的只有两件事：谋生，谋情。谋生，能力是事业的敲门砖。经常有人说，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，感叹自己怀才不遇。事实上，金子就算没有遇到掘金人，依然会闪闪发光。怀才不遇，大多是身无寸铁，无才而不自知，反而一味怨天尤人。机遇留给有准备的人，运气青睐有才华的人。李诞说过一句惊天的话：娱乐圈 90% 靠运气，我就是运气好。一个长相平平的路人甲，看上去又懒又丧，怎么看也不像身怀绝技。但一个每天躺12小时才过瘾的庸人，真的能活吗？其实在策划吐槽大会前，他写了6年文案，书卖不出去，他一直坚持磨练文笔，嬉笑怒骂而又击中痛点的话，是精纯的语言功力。所谓的运气，就是实力的代名词。没有实力，给你100%的运气，你也接不住。成就事业的秘诀，唯有努力再努力，锻造一身本事而已。人品是事业的常青树。菜根谭说：“德者才之主，才者德之奴。”缺乏德行的才能，都只是聪明的耍流氓。实力是美好前途的基础，人品则能决定你的路能走多远。稻盛和夫被誉为经营之神，靠的不单单是商业才能。日航破产，30000多个日航员工失去工作，岌岌可危。危急关头，78岁高龄的稻盛和夫接手已经申请破产的日航。他不接受任何工资，说：“这次出山并不是为了赚钱。”稻盛和夫的座右铭是利他，一生行商，不为自身积存财富，为私利他。年老出山，不为人生锦上添花，为物救人。品行高洁，后福无穷。暗示亏心，赚点甜头，丢了大意，迟早会遭到命运所配。做人有底线，立足于德行，有前途也有前途。上天从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善良的人，行善者必有善报。谋情，亲情，人生的基石。诗经上说：“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；兄弟既息，何乐且战。”父母平安，夫妻和和，兄弟和睦，就是最大幸事。家是人生的起点，是奋斗的源泉，是暮年的归宿。曾子以孝顺著称，有一天他上山打柴，家里突然来了客人，母亲手足无措，便咬自己的手指。曾子忽然感到心痛，知道母亲在呼唤自己，他急匆匆地回家，见到母亲叩问缘由，母亲说：“客人来了，我咬手指，盼你快点回来。”曾子向母亲作礼后，便去接待客人。母子心灵相通，大概是因为亲人之间有看不见的线牵引着。纵然相隔千里万里，心里总是装着父母的爱意，孩子的笑脸。这份牵挂令游子在外抬头望月，思归故乡。相隔万里，似乎又近在咫尺。亲情超越空间的距离，就算走过千山万水，只要有家可归，内心便有了依靠。爱情是人生的调味剂。诗经说：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；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古往今来，爱情带来多少浪漫美好，抚慰了多少红尘中寂寞的心灵。人生海海，挚爱的人在身边，甜蜜就遍满时空。康辉与妻子结婚20多年，所有的温柔都给了妻子，
一有空闲就帮妻子做家务。妻子喜欢猫，他怕猫，但他总是乐呵呵地听他说说猫猫的琐事。妻子摔伤了，他推掉工作，陪着妻子做理疗。他们的爱情少有人知，但知道的人没有一个不羡慕。恋爱只需要浓情蜜意，婚姻却需要悉心经营。细水流长，看似平淡无味，实则是深情厚谊。岁月流转，洗尽恋爱的激情，却滋养了相知相守的真情。如果没了爱情，数十年光阴孤单一人，一生形同流浪。唯有爱是乏味生活的调味剂，让人生变得五光十色，充满趣味。友情是人生的一盏灯。别懂大理有句话，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朋友是在你落魄的时候鼓励你支持你的人，友谊如灯，在一片黑暗中让你找到光明，感到温暖。白居易和元稹同为唐代诗人，两人志趣相投，经常酣饮畅谈，他们的友谊是在患难中建立的。母亲去世，元稹守丧丁忧，日子艰难，白居易慷慨解囊。白居易丧母后又痛失女儿，元稹送他20万钱，还不断安慰他。有一年他们同被权贵逼害，被贬到异地，两人都郁郁寡欢，又牵挂对方，彼此互通书信，便寄情于诗，表达关怀。他们的友情受到后世赞叹，他们二人被称为元白。最好的我们说，友谊地久天长，友谊万古长青。身边的人来了又走了，聚了又散了，有缘的人经过时间的考验，成为你的好朋友。友情来之不易，好好珍惜，方不辜负相识一场。人这一生，不论谋生还是谋情，岂能事事如意？只要问心无愧，顺境逆境通通都是渡你的。过得好是精彩，过得不好是经历。愿你阅尽世情，内心依然充盈。你独自走过我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我讲，你不敢抬头看着我，哦吼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。
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